如果你真的就是在路上开车很紧张，他自己会帮你开，是不是啊？他自己会帮你开啊。都没有190都不敢追我，倒是也不用怕，宝贝，不用怕了。感谢送的粉丝灯牌，宝贝。主播老家就是苏州啊，我就是苏州本地人，宝贝。白天去看能看到我吗？白天的话有点难哈，宝贝，你可以大概就是下午那个时间段过来啊。下午时间段的话呢，是差不多我是会在店里的啊。这是 S60 风尚吗？这是致意啊，宝贝，这款是 S60 致意，这款在24的一个价格啊，24的一个价格。现在有特价车型哦，特价有惊喜价格的哦，还可以再。是的，所有的这个优惠的一个价格都是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一个头像啊，去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，会得到一个更惊喜、更优惠的一个价格哦，宝贝们，好不好？点两下头像。这是小倩的袜子。不一样，你仔细看你就知道了，颜色不一样啊，宝贝，颜色不一样。不太一样的，感谢宝宝。我还有风尚这版本，我也没听过啊，我也没听过这个风尚这个版本啊，我只听过智行时尚啊，智行时尚是我们比较低的一个配置，也是22款才有的一个配置了，现在也是没有智行时尚的这个配置了。X60T8多少钱？X60T8的话呢，低配是在43啊，低配在43，然后高配的话在50啊，宝贝，高配在50。想开 V60 我们店里只有试驾车，没有展车，宝贝，我们展车的话是 V90 啊， V90 如果你一会儿在我直播间稍等一下的话，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V90 的车型，好不好？致意豪华，对，宝贝，这款是致意豪华啊，致意豪华比牛仔蓝的颜色浅一些，对，这个是闪银灰啊，宝贝，这个是闪银灰，这个颜色很好看啊，这个颜色非常好看，就是很，我本来想给大家看X40牛仔的，就是很淡雅的一个颜色啊。我们前两天那款X60是一个牛仔蓝的颜色，就是也是被买走了，然后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啊，今天换了一个新的是白色的了，只有致意、致远、致雅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正常的话是致意、致远、致雅。然后有的车型的话 ，T 像X790出了那个顶配的话是 T8至尊的啊，至尊的顶配车型。然后再低配下去的话呢，是在致意下面还有一个致行的一个配置啊，致行的一个配置，最多也就这五个了啊，这最多也就这五个了。主播大名叫什么？主播大名你就叫我奶姨就可以了，宝贝，你就叫我奶姨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关注，喜欢主播的话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账号哟，宝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。谢宝宝们关注当当，好久没有当当啊。主播在榜一啊，宝贝，主播在榜一。落地多少呢 ？S60 致意，就是我们裸车的话在24，但是呢，它还可以再降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正常，你就按24来算的话，那它还有2.4的一个购置税，是不是？但是减半就是1.2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个保险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咱就按1W 算，好不好？咱就按 1W 算，那你自己就可以去算一下，好不好？去结合一下啊，宝贝。谢谢送小礼物，当当。对啊，具体的你们想要了解一个落地价的话呢，可以了解我们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去了解一下。因为我的话也只能给你们算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啊，大概的一个价格，好不好？我算的肯定是会偏高一些啊，我算的肯定会往高了算啊，宝贝。然后这款 S60还有没有其他疑问呀，宝贝？有其他疑问的话呢，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头啊。有其他疑问的话，可以扣在我的公屏上啊，扣在我的公屏上，宝贝。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可以点击。B4 的24，我们是我们24是致意啊，宝贝。B3 致意的一个车型啊，B3 致意的一个车型。有氛围灯吗？氛围灯的话，我们是中配和高配啊，宝贝。中配高配的话呢，是有氛围灯的，大概是6色或者8色的啊，6色或者8色的。感谢送的小礼物，当当，谢关注。感谢。还想看什么车型，宝贝？刚刚有没有想看 V90 的还在不在呀？刚想看 V90 的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V90 的车型好不好？换衣服了也没有换吧？衣服还是这个衣服。X60 那我们先看X60吧，要不好不好？要不先看一下X60吧？因为就在旁边。对，因为就在旁边。V60是在等我两分钟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宝贝们，再等我两分钟。我销售好干吗？你来试试吧，因为我没有干过销售，宝贝，我不是销售，我是一个主播，我不卖车，我真的不卖车，我只讲车，好吧？我只负责在抖音直播间给你们讲车，但是我不负责卖啊，我不负责卖，宝贝。S90 系列苏州能优惠10W 吗？购置税优惠有吗？有的，宝贝，我们S90 低配、中配的话呢，都是可以享受购置税减半的啊，低中配都可以啊，低中配都可以。感谢关注，宝贝们，感谢关注，感谢送的小礼物啊，感谢送的小礼物。C40 没有，宝贝，C40 我们展厅现在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只有X40纯电的车型啊，X40纯电的。车漆质感做得不错，我们车漆的话呢是水晶漆，叫什么珍珠漆，我们是珍珠漆啊，它是会有那个布灵布灵的颜色，就是像女生的那个叫闪光高光的那个
颜色啊，就是会带一点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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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颜色，就是很好看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X60智逸的一个配置啊，同样是一款低配的车型啊，低配的。然后价格的话在31，然后中配的话在3334左右啊，中配在3334，同样都是可以再降的啊，优惠价格还可以再谈，而且X60可以享受国家免不叫叫什么？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啊，宝贝，终身免费基础保养，好不好？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智逸的一个内饰啊，智逸的一个内饰。感觉以前沃尔沃内饰丑，现在感觉还挺好看的，说明你成熟了，宝贝啊，成熟了，更稳重了，是不是啊？更稳重了啊！哎，刚刚肥圆肥圆说 C40 才是纯电的笨蛋，哎呀，你个小笨蛋，你看。你看我们前面的X40是不是纯电呢，宝贝？是不是纯电的呀？前面那个就是超续航纯电版本的那小笨蛋。换主播了没有换？这个账号从头到尾都是我啊！这个账号从头到尾都是我。X90的话，你们稍等我一下啊！X90要稍等啊！真的是服了。看这个主播的里子面子都有了啊！谢谢宝贝们的夸奖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款的话。这款是我们智逸的一个配置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主驾驶是两个记忆座椅，然后我们凑近一点看一下内饰好不好？主驾驶是两个记忆座椅啊，然后中控台的话呢，都是一个金属镀铬的啊，金属镀铬的座椅的话是仿真皮的，真皮镂空的水银。真皮镂空的挡杆，然后像这个旋钮啊，我们这个一键旋钮的开关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像这些旋钮的话呢，都是做了一个珠宝级啊防镍泄漏处理的啊，防镍泄漏处理。后排的空间给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左上角的头像你们可以领取，左上角的福袋你们可以领取一下啊，左上角福袋你们可以领取一下。弄上去。像这款的话呢是